全部都结束了，有没有怪怪的？哎、欸，剩这个了，这个的极限应力，不确定它会不会再往上。其实它目前这个系统的是，还没全部run完，只剩这个，其他的都、okay. 其他的那个就是前面这两个主要的机械性质都已经求完了。对，啊，这礼拜可以 run 完吗？接着 run， 断掉可以接着 run 吗？可以，没有，这些都还在跑，只是把现有的结果弄出来。哎，看一下，这个是应该是在。啊，下一次 mini 是礼拜五，我要出差，礼拜五早上十点。早上十点，然后远端吗？不是，我三次出差。哦，所以是改到礼拜五。对对对，改礼拜五。嗯、哦，好。就是一样的。那现在是有接着了，这个是新的，我让它继续。嗯。只是这个。纯氧化铝的会花比较多时间，大概30000多颗。嗯 ，OK。对，然后其他的是都好。所以 table 上面原子的个数都有改嘛？我们是有一个 table 把所有的模型。嗯。有。那个会改，然后还有那个。OK， 好，没关系，现在就等结果了嘛。好。对，然后说怪的因，对，然后还有新增这个。比较就是两个不同比例。嗯。好，红色的都还没有run完，是不是？就是其他都有确切结果。然后这个是，看一下。这个就是它的，5纳米的系统是蓝色这一条。嗯。对，但因为看。如果它的趋势跟绿色的一样的话，就是不确定后面还会不会再有更高的。嗯。只是它这个拉这么长的话，极限应力是这边吗？嗯。还是要等后面。那可能要等到后面哦。嗯。现在是只有这个，因为它的那个小颗系统是到很后面才会有一个更高的。OK， 好，满意。然后目前是先抓它现有的这个当极限引力、嗯，所以会很前面。OK， 只有这两个系统，啊，其他的都好了。好，然后是有像像这个，就是氧化锌的系统。嗯。像这种曲线，它在计算那个药的时候，它就会抓到这个，它会抓到就是这个峰值后面。对。因为它是用这个算斜率，然后0.2误差平行过来，对，跟它的焦点，但它的焦点会焦在。哦，所以像这种材料都直接选0.02。老师说什么？直接用0.02当标志确实吗？那算杨氏魔术，有人这种很难求到这 yielding， 因为 yielding 直接跟 ultimate 是几乎重合嘛，对不对？对，就是他在那个缩线变形就直接断裂。所以杨氏魔术人家有些就是用 0.02 来直接求这个斜率，然后 yielding 就不晓得怎么定了、啊。对，因为如果以这种来定的话，就是它会以现在这个那个脚本计算出来的点是在这边。嗯。
对，但是他会变成他在极限应力后，好，我再想一下，不然 ChatGPT 在问评价，我问过吗？我问过，他分析这个不太，就是他分析出来的结果不太能用，就是、第一个是如果是像这种三条给他分析，他一定分析不出来。然后如果是单条给他分析的话，他的结果其实跟我们计算出来的差不多，就是说有一个拉伸曲线，嗯，然后弹性区间是极度线性，所以降伏点跟极限强度几乎重合。哦，我有问过这个问题，就是，所以降伏点要怎么来求得？他是说有，就是有，因为我问他说有没有材料会显现出这种拉伸曲线的趋势，对，他是说就是代表说这个材料是 brittle， 就是脆，非常脆嘛，然后、就是、像陶瓷材料这样子，对，然后或是像玻璃，嗯，那种的材料，如果用拉伸曲线拉出来的话，就会是两个值会几乎贴在一起 ，OK， 或是一样，那所以就没有相符点。嗯，对，就是两个值是一样，就是在同一个点上。北奈俊文的材料应该也是这样。嗯。陶瓷材料。陶瓷可能要确认一下，因为 我昨天查到的是，他是说玻璃类的材料，陶瓷应该也是。对啊，你的氧化锌在氧化里也是陶瓷材料啊。哦。对，所以。就维持聚光的，像这种就比较没有。对，这种还算分得出来，就严格如果要抓的话，现在计算出来我记得是在这里。好啊，没关系啊，那不然你就 Atomic 跟 Yielding 都几乎同一点就好了，不管了。以极度线性只有几个 case 吗？你刚刚求的是只有一点，是这样？这个还是这个 case 其实就这样？这三条线都是这样。OK， 就是摆成 FCC 的 case 就非常的 brittle。对。那 BCC 的是不会。那三氧化二铝也不会。FCC。BCC 是这边那个药跟刚才比较好。OK， 好。氧化铝的是这样、嗯，所以它的屈服强度应该会在这附近。嗯，好。然后极限应力在这里。OK。然后 BCC 的，对，这几个值看起来稍微正常。嗯。之后最前面那个。好，记得是有一两个系统会遇到这个问题。好，比例的。这个也会。嗯。就是这个是氧化铝占大部分的混合系统。只是现在那个表整理出来，就是一开始。会像一开始遇到的那个问题，就是好像不太有规律，就是有的在四奈米的时候，它会介在要么是最小值，或是最大值。好，没关系，你就先摆，我再想办法。嗯，好，然后对那个拉伸就大概就这样，然后那个。热力学的还在算，